第一针开启，每个针目下一针，每个针目下一针，一直接到这。十二针，到这里眼拔针，第三针接好扣，第三行一针短针，第二针短针同一个，加一针，一个加一个不加，加一针，
第三川十八针，第四穿两个短针，搭一针。
第四行偶真，偶真，就前面一针，短针，两针，加一针，然后就三个短针一起起的针，三个短针，一个扎针，一直到最后，三，两针，三针，这样，各一针。前边一针，然后三针，三针，三针，三和前边四行一样扎针的，
不然把它蒸紧的松一点点就好。第五餐，4个短针，1个扎针，一直到这里。4个短针，每一针加6针，1、2、3、4加针，3、4，这里4个短针，3个短针，1个短针，2个短针，3个短针，4个短针，一直一直看着。
记录第六行商数，加增我们换一个地方，如果不换的变成了有角度，逢商数就转一个地方加增，这第七串就加五针，五个等针，一个加针，编织两个短针，再加针，两个短针，加针，两个短针扎，扎第三个扎针，两个，一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五个短针，第六个扎针，扎针，前一行扎四个。前一行四个短针，这行五个短针，下一行六个短针，一起一起，知道你们喜欢多大就多大，一般都是这样加上去的，你需要大一点就偏织大一点，你需要细一点，你就偏织到你喜欢的圈数。你这教程太长了，我在这里不介绍了，都是成完的。一行五个短针，下一行就六个短针加一针，再下一行就七个短针加一针。